你们好，我是阿让以前的朋友，这两天一直跟在在住在一起。阿让，你们学校是不是有一个叫张路让的呀？他应该挺有名的。张路让，认识。那他这次是不是也来参加竞赛了？时间真快，一晃我们两个都快两年没见了，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我了。你们认识啊？啊，是啊，我们之前是一个初中的，我爸爸还是他的物理老师呢。啊，那他在你们学校有没有特别很在意的人啊？应该没有很在意的人。但是有很在意他的人。那肯定啊，他那么优秀，这次他应该也是报了物理，说不定我们还是一个考场呢。嗯，让让，你睡了吗？还没有。我就知道，我真是太了解你了。跟我一起住的女孩来自苏阳，叫夏宁，她说她认识你哦。嗯是什么意思？认识？熟还是不熟？你还记得她吗？有印象。有印象？那就是不熟了。参加过不少共同竞赛，成绩不错，物理天分很高。连人家成绩都记得那么清楚。哎，对了，翠翠，你要报考的是什么科目呀？我还不知道呢。哦，英语，我理科不太好。英语好也很厉害啊，很多理科好的人啊，英语都是短板，张路让就是，也不知道他现在好点没。有人给他补课，好多了。他那个补课老师特别厉害，又认真又耐心，他现在成绩好多了。嗯，那就好。对了，你们苏阳有很多学霸吧？初中的时候应该就不少了吧？有是有，但是出名的不多。张路让出名吗？当然了，全校的女生啊几乎都知道他。那这么受欢迎的男生应该会有喜欢的吧？有。谁啊？苏苏。苏苏是啊，苏苏啊。怎么，你知道他养了个宠物叫苏苏啊？见过那么一两次。让让最后一场考的物理，也不知道有没有跟夏宁碰上。让让，你不是比我早结束半个小时吗？特意在这等我。哦，刚出来。那也是等嘛。江江他们呢？先走啦。压根儿看不见我们就算了，还怀疑我们偷偷走了，太过分了。你们可能不知道，我最近有点近视。走吧，请你们喝饮料去。这还差不多。咱们后天才回去呢，明天出去玩呗。可以啊，反正来都来一趟了，不好好玩一趟也多亏呀。阿让。哎，夏老师，小妞说是你，我还不相信，还是她更了解你啊。你们好，我是阿让以前的朋友，这两天一直跟在在住在一起。阿让，都考完了吧？考完试你们不出去玩玩？有这个打算。那正好，让夏宁带你们去吧。永安他来过很多次，各个地方都很熟，给你们当个导游没问题。那你们也许久没见了，可以叙叙旧。
那我们现在就算认识了，一起吧。嗯。